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905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地球火种 The Last Class 的硬糖。这个玩具在台湾没有代理，所以的话呢，是一些朋友在网络上他可能会抛出日版的一个玩具，那我是刚好有机会去抢到啊。那我买到的时候，这个应该是台币是800还是850，我已经忘记了啊。那我是觉得现在 Deluxe Class 的玩具呢，台币是定价950了啊，那以这个价格买到，我觉得也还算行吧啊。那我昨天我已经给大家做了一部比较短的一个开箱影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看啊？然后你们不要猜了 H 了啊。那这个后面的话呢，很多的空洞，这个也是这低龄化玩具常出现的一个状态。不过这款玩具呢，它的体型呢非常的大啊，它跟以前的 Deluxe Class 相比的话呢，体型也并没有比较小，而它变成恐龙之后的话呢，会有一个更加巨大的一个身形。武器的根部的话呢，是可以做一个调整的。那这个偷刀连这个手的背后都有了啊。那这个手上的这个火炮，你也可以拿下来，可以把它握持在手上。那各位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它的手部，它的活动关节360度的转动之外，平举也是可以到这么多。然后它的上半部可以旋转，下半部也可以旋转，中间手轴的话呢，也可以做一个转动。那这个手轴的话呢，前后可以动啊，各90度，然后有一个限位，它会稍微卡住一下啊，你再往上推啊就没有问题了啊。那拳头的话呢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拳头不能转动。那这个爪子的话呢，你在人形状态下，没有办法作为武器了啊，就是你把它拔出来的话呢，拳头就会强迫收进去。人物没有腰转比较可惜。那我最喜欢还是它的面雕啊，非常的活灵活现啊，有一个好像几乎就是看上去会发光的眼睛一样。面部的这种水蓝色的金属配色是真的涂得非常的好看啊，包括他身上所有的蓝色部分，我觉得都是做得挺好的。脚的话呢，前踢、后踢、膝盖，可以弯超过90度。那脚踝的接地的话呢，就非常的有限了啊。玩具的站立性非常的好，整个玩具的一个造型，圆弧的这个形状，这个加上一些打光的话呢，其实这个玩具看上去了，真的除了后面这个空洞之外，你要是正面来看的话呢，还是非常有质感的。那我们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头部的话呢要翻转180度，然后呢头部翻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要顺便的把它给压下去，它的这个头这里要卡进去，它会有咔的一声。好，你看它这个头按下去了，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头这里有个缺口跟这个龙脖子下面做一个结合，这个手部啊这里要先分开，然后呢分开之后，我们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扣上来，扣上来的时候呢是整个背后全部都上来，那扣进去的话呢是扣在这里啊，还有一个凹槽，记得把它给卡进去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，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整个给扣进去，扣到这边。好，扣进去。那扣进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，它这里有一个凸，这里也有一个凸，两个凸要扣进这个地方，它上下啊各有一个凹，我们把它往后面推。那如果你发现形状不对，就是把后面这个地方整个给往上推上来。好，到这边。好，就是利用这个多重的关节去把这个卡扣的话呢给扣进去。这个地方，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。那这个调节的话呢，就是要自己在一边变形一边去做调节，因为这个后面的这个腿的话呢，它是整个是移动，原则上就是把这个脚底板往前面推到底啊，那这个时候就会很接近，那一定是还要再进行一些小微调了啊，这不是很难的。那上面都扣好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脚的话呢给往前面推进去，然后给翻出来，把这个脚掌呢推到前面，然后两侧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你可以呢把它给扣进去，如果你要牺牲这里的可动，就把它给扣进去。那最后的话啊，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给放出来，它有一个手从这个地方给扣出来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把它的一个尾巴，尾巴的部分呢是扣在这个地方，它里头啊有一个洞，那扣进去，这扣这个尾巴的话呢，就是稍微要切一个角度啊，这样子把它给插进去啊，然后再往后面掰下来。那它还有附带的一对的这个火炮啊，我们就顺便把它给补上。那么如果呢要按照合会的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如果这个地方要扣紧的话，你的这个脚的话呢，它的方法就是这个地方会往前，再往后，再往这边过来。
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脚的拳头的话呢，会从后面冒出来啊，这个也是没办法了。后面的尾巴呢是可以单独去做一个移动的，嘴巴也可以另外的张开。那这个头的话呢，记得这个地方跟这个人头跟这个兽形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啊，记得尽量的把它保持一个咬合。另外可以动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小手了啊，非常单薄的小手。那由于是一个球馆，你也可以往外翻一些些。整体来说，龙形的一个体态的话呢，也是挺好看的，而且它体格非常的巨大。这个是刚才的这个 Deluxe Class， 你可以发现哦，这个玩具就感觉很有分量了哦。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小车的话做一个对比哦，就这款 Deluxe Class 的玩具，算得上是近期的一个突然长大的家伙了啊。那整体来说的话呢，我自己觉得吧，以一个外形来说，其实做的还是相当的可以了啊。那在台湾它是一个不容易去买到的玩具，那如果你看到的话呢，你可以基于各种目的啊，你可以考虑把它带回家。那今天的话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